要求两外球，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，这个球塞进来，结果遭到三振，传三垒出局，哇，高志刚，这个球传过去之后，竟然抓到了陈江河，结果同一支队也要到了一个打满回来双杀守备，洪振明遭到三振之后传三垒，结果变成了双杀，相对也在第三局没有得分。雷射间张建明虽然没有进季后赛，但是统一队这边出了一个雷射枪，捕手高志刚非常精彩的回传，直接是传三垒的，抓到了回垒不及的陈江河。嗯，对，我看过了这个三振之后的传三垒是传得最漂亮，传得很突然，而且传的速度很快，又传得很准，让陈江河都傻眼了，不过当场傻掉，要回来完全没有机会。投出来的第二 K。看一下，这是这一系列 pitch by pitch， 投捕手呢跟彭振明的对决，尤其是这个变化就没有掌握到。那包括第一个球就打内角偏高的坏球，那这个内角球又不出棒，我是觉得说恰恰这个本身他没有在这种打球的时候用脑筋。